my God, it's a dinosaur!那这次我们要来玩的就是跟油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油桶又喜欢奶子，欢迎来到 Young Game Studio。我今天也菜鸟来玩。对，今天哦，对，因为我需要他们帮助啦，我真的是有一点，最近手感有点不好，所以我需要爬排位，你们知道的。然后还有葡萄。压到我的线了，不要耍白痴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打排位赛三排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按下去吧。哇，这个一个新年新希望的感觉。好，那像我们进到选角画面。排位是不是要超级认真玩？可恶，我被抢答耶！那我现在要玩哪里？排位是要超级认真玩的。对。我要用哪一个啊？你玩美娜。因为我特尔被抢走。你玩美娜。有葡萄玩美娜。那美娜就油桶就玩你的油桶吧。不是。油桶就玩你的特尔。为什么还没开始？因为你太。他的画面有点惨哦，哇，这要打很久哎。画面是如此，你去魔龙路好不好？上路，油桶上路。讲白话文。原来是怎样？你来咪咪呆。因为我是莉莉安。你来咪咪呆。哦，有人。为什么一进去是死亡？然后我用的。然后我又弄错妆了，糟糕。我用的造型是那个偶像歌手，就是500块才有那个，对，500块才有哦。好，那我用那个是，所以他是讲日文，因为他是日文配音，他的设定就是，你不要再讲了。First blood。不要再漫步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能控制它。中性游走，直接中性游走。哎，我可能需要你打游走，没了。中性游走吗？游走是中线，不要中性 ，OK？ 中性游走。你要打游走？那个是什么？要游走。表意课的中性游走。我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哈，所以我打起来可能就是会稍微比较没那么好。而且它是我们这里面最强。对啊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一直在消耗精，就是蒙古人哦。我疯狂的消耗精呢，可是重点是有个人天杀的去你的哥，你是在骂人？天杀的去你，你是？不要！如果喜欢传说对决，影片在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我错了，我跳进去秀他了，我被反秀。在下面留个喜欢，我就知道你们喜欢，我就不会再拍了。哈，所有烂到爆炸。我完全傻眼。我不喜欢太亮。你啊，都是的呢。会费讲起来好变态，都是的呢。我都是点的吗？我刚刚一招居然没炸住，我夹到墙壁，好痛！太白痴了，太白粉了，太白粉不错，太白粉。哎，我刚开大招吃冰原，我又没魔了。我们打野可不可以去吃一下龙啊？没有人要吃龙哦。谁在打野？回轮。我刚刚抢他野牌，抱歉。快点，你们两个来帮忙。好，我来帮你，我先来帮你。又没魔了。我要残血。我要回去。我脚酸。拜拜，油桶，我们消失了，直接消失了。U turn game
个绿幕是超高的。对，这是蛮高的、啊。我原本要买一整片，就贴这个墙，不要买太小片。你可以再把整个墙壁漆成绿色。不行，这样会好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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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痛！为什么赵云那么痛啊？好了，我要回来了。你脚那么快？那个赵云，我脚那么快。等一下，我想出。等一下，我发现这个好绿哦。啊，我们的台要爆了。不行，好，快爆！你们就不要打他，不要打他，待会直接。我的。你又骂脏话。我的中路，我没顾好，我的错啊。没顾到。不要打，那我现在要去哪里、啊？我靠，还想上单。我来安等你。那我看到。もしもしです。Oh, gracias por todo.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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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or favor. Hola, hey, hola. ¡Ru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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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赛，我不能输啦！谢谢大家。奎伦直接来帮忙哎。龙龙死掉了，你们有吃到吧？奎伦吃掉了。奎伦吃掉了，好，还不错，至少奎伦知道帮忙。因为我月光龙打野是怎样都不吃龙。哎，先来我们家的你。我居然是中路被压。不要攻击，我死掉了。我失败。对不起，这场我错了，我太凶了。三二一，死命吗？死。我们叫 BB 之力嘛，就是 BB。你只要一直 B， 然后我的手机就是宕嘛。真的，大叫 B 就可以杀人，你懂这个道理？我没有 BB 定力。Sorry， 我要新兵了。呀，不要急了，我新兵，我在新兵。集合，吃凯撒，吃不对，吃深渊魔龙。为什么取名都那么中二？为什么要去找魔龙啊？为什么可以不要取那么中二？他要凶哦，我就来跟他凶。刘通，你是用我上次教你的说，赵云在后面，啊，我死就死亡，直接死亡，老死直接。啊！不要！你好，我要讲。啊！我要被罗尔秀了。谢谢大家。谢谢你，我被罗尔秀。他躲掉我每一招。我好厉害哦。我好歹一不是，对啊，我只有一，我在，然后我莉莉安居然只有一，我是智障哦，还死那么多次，这低端场这是低端场，我要经济，我是法师，你是坦克，坦克不需要太多经济，法师没经济就等于废物，你不要这种时候空大牛头，我在骂人。
龙龙不要死，龙出回城，龙龙龙龙龙龙哦，是的，没啥。烂龙，我觉得我养你那么大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没啥，因为我们要赢了。没出息，阿龙。不喜欢就改一下你的喜好，改一下你天杀的喜好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听了。这是 DBI 原始的声音，这是 DBI 原本的声音。OK， 这是他原始造型嘛？可是，然后这个是玉面糖衣嘛？这很正常嘛？啊，可是。是我刚用的造型，然后他一直在讲日文。啊？我觉得是偶像歌手嘛，偶像歌手就是不一样。对，花絮啊。就这样了，干杯。